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Regine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男士斜孭包。首先这一款呢是 Signature 系列的，它前面设计了拉链可以方便你拎东西，它是牛皮额纹双珠 logo， 它条带可以较长短的，入面空间足够你放东西的，还有暗格。另外这一款呢是 Supreme 系列的，这一款呢是用 PVC 制造的，它前面都有袋位，它这一款就厚身一点，所以放东西比刚才那个呢是更加足够的，它条带都可以较长度的。咁以下呢三个袋都系 Signature 系列嘅，咁呢一个系四号，咁扁身啲嘅，侧边个两边都系牛皮制造，咁成个袋系 PVC， 中间都有个袋位，入边空间都比较足够嘅。咁呢一个咧系大号嘅，咁佢个设计咧都系扁身嘅，咁佢侧边都系牛皮制造啦，咁呢一个系啡色，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黑色，咁佢中间都有个袋位拉链嘅，咁佢入边空间咧都比较足够噶。咁我依家俾晒四个上身图俾大家睇下。如果你想买嘅话，可以去我哋门市或者上我哋名人站网站购买啦。你依家可以加我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或者扫下面嗰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啦。